但是乌克兰不是这样讲啊，乌克兰说两枚告示我通通拦住了，可能吗？哦，然后还配图哦，你看到残骸我都有，锆石飞弹的残骸，你知道他只要一po这个图，大家就会放大、放大再放大，看那个边边角角，看那个细节。所以有军事专家认为哦，高超音速飞弹很难被击落，除了速度快，还有飞行的轨迹也会变轨不可测，所以认为靠现在的这几套爱国系统哦。要这样拦住真的不太可能。那枢密院十号也说，就算它属于锆石导弹，也很难判断被击落还是击落目标后自己的爆炸散落啊。所以锆石飞弹今天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在网络上很热。好，所以张将军，你觉得呢？啊，这个乌克兰拦得住锆石飞弹吗？我认为它拦不到，因为速度太快，它的9到10倍音速，每一秒钟它的秒速就3公里。一秒三公里，一秒那从克里米亚到基辅也只不过600公里，一眨眼。那只要两百秒的话，只有3分钟，不到5分钟，3分半就已经攻击到基辅了。20秒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你1分钟是跑一秒钟跑3公里，10秒钟就跑300公里，两百秒钟就已经跑了，我们可以讲到的跑了600公里，已经命中了。所以你觉得乌克兰讲的不可能，没有，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宣传呐。对，那然后在高超音速，它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的时候，是因为它速度太快了，不容易去拦截。爱国者飞弹的话，最快的速度大概也就四倍多音速。那四倍多音速的话，它拦截9倍音速的是没有办法。第二个，在高超音速状况之下，它的弹头已经形成电浆效应，电浆效应专门吸收雷达波。把雷达波吸掉了，这雷达波照给他，他吃掉了雷达波，所以根本没有反射了，因为他已经速度太快，已经产生电浆效应，你已经看不到了。哦，看不到。这个样子，你看不到就没办法去锁定，没办法锁定，你发射的爱国者飞弹就没办法去打它，因为你是盲目的，锁不到你怎么打？就跟那我们看到我们打靶是因为看到靶，针对靶去打，你现在没有靶你怎么打？看不到靶你怎么打？太快了。对，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另外一个。锆石飞弹它弹头不大，只有200公斤，不大。但是问题它速度太快，所以打下去的力量非常大。大家知道那个车祸的时候有没有？那个速度那么快，整个破坏力是很大的。它不是光靠弹头，它的速度那么快，由它的动能产生破坏力。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它的那个飞弹的那个残骸，我想是它的已经到9倍音速、高超音速了。残骸不会那么完整哦，都应该碎掉。对，第一个，如果是直接命中的状况之下碎掉，因为速度太快。第二个，它这个掉到地上的时候速度太快碎掉，所以不会这么完整，不会那么完整。那可能是其他的飞弹的照片有这种可能。你看这种只有张将军看得懂。他的这个这两套的两到三套的爱国者飞弹就是被锆石飞弹打到。那我问一下这个厉将军，这个锆石很贵，比匕首还贵吗？匕首一枚是1000万美元，它比它还贵啊。那它是目前看到这个俄罗斯可以说是最先进、最高档的这个导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它要丢锆石呢？因为它可能就是要打爱国者。你打爱国者毁掉之后，它没有空防了。这个时候，其他的飞弹、其他的这种超音速就可以了，超音速的巡弋飞弹。或者是其他的空射的飞弹，或者是雷射导引弹，没问题了。那这是一个什么节奏？对不对？这是刚开始哦。对，接下来先破坏它的整个的防空体系的力量。对，防空体系力量完毕之后，将来的地对地的飞弹，或者是导弹，或者是空射的巡弋飞弹，都可以发挥它的战果。所以俄罗斯原则上先去搜寻它的爱国者飞弹的布阵的所在位在什么地方。用锆石飞弹去打它，去穿透整个爱国者飞弹的防御网。那爱国者飞弹的防御网，爱国者飞弹它的有效的最大的半径，如果是买好的话，是200公里哦，算是很大的战。但是我们知道200公里哦，你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高超音速飞弹，也只有1分钟而已，就过去了。它只要雷达如果能够看到，其实雷达看不到，因为它有电浆效应跟它的高速的效果。这是第一次嘛，哈，就俄罗斯而且是对基辅啊。
丢了这个锆石飞弹，丢了这个两枚。当然，它的一个拐点主要就是这个恐攻事件。恐攻事件呢，当然这个目前美西方哈都说就是ISIS-K 干的嘛，对不对？那当然重点不是谁干的，而是普丁认为是谁干的。对，但他的认定很重要。然后我们看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出来，包括这个很有趣哦，说什么呢？说在莫斯科恐攻这个音乐厅里面，他们刚好拿到了很多照片，照片仔细隔放呢，就发现不同的角落都有一些蓝衣人啊。这个在这个公众活动里面，你什么穿着蓝色运动衫啊、牛仔裤，这是个很普遍的一个穿法嘛，你也不会觉得很特别哦，也不是什么黑衣人，还比较受到瞩目，蓝衣啊、牛仔裤很寻常的穿法。然后这些蓝衣人呢，都非常的平静。没有乱跑，也没有惊慌，甚至有个蓝衣人呢，还走向出口，把一个走向出口的女子再推回她的座位的走道。还有蓝衣人拿着手机在拍，然后就发现他们不时视线会互相的对视一下，然后呢也附和高喊关上门啊，因为这发生的当下，当然你要关门还是开门，这也是个很艰难的选择。那当然有人附和高喊的时候，最后就证明了大家逃不出去。我们先把那个蓝衣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蓝衣的画面，它有好多张。那这些画面呢，目前看起来很不寻常，但也很难讲啊，它是不是一个刻意的操作？哎，导播有静态的吗？因为这个动态的这个影片太快了，反而看不清楚啊。对，静态的，因为它把这个箭头都给你标出来，有没有？你看到这个大厅很大，因为听大厅很大，在画面右边有一个蓝衣人啊，中间的部分一个，然后坐着也有一位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位，那穿的确实是很像啊，都是蓝色上衣牛仔裤，那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不知道。还有另外一张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哈，另外一张画面就是他刚刚讲的，这位女子呢本来要出去，结果这位蓝衣人呢就把她按回了她的座位啊，那手上还戴着一个手套，有没有把她按回座位？刚好拍到了这一幕。好，还有一张，大家看到哈，这个蓝衣人就看得很清楚啊，蓝色上衣还有这个牛仔裤，这个目光看起来是在一个警戒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隔放的画面，有没有把这位女子按回了她的这个座位啊？好，是不是还有一张照片？就看到哈，这位男子据说就是到门口要把这个门关上的啊，附和说要关门，所以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哎，有这位蓝衣男子啊，好多个，有没有？这边还有一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啊，这是从事后的画面，出事之后，出事之后流出来的画面，觉得相当的不寻常哈，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就是极有组织的一个这个行为嘛啊。好，我们把这些讯息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